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上顺天命，下合人心，公义宗庙，昭告天下，大赦义民，以成正统。愿君民必使朕之江山，天地同寿，日月同辉。亲子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上朝。臣洪承畴有本奏。辽东总兵急报，日前我国攻占高丽国主已向我朝求援，屡次在边境寻衅滋事，请皇上定夺。我国攻打高丽后，还屡次侵犯我朝辽东边境，以说明其狼子野心。臣以为应出兵支援高丽，灭倭国之气焰，扬我大清之天威。洪将军此言差矣，臣以为高丽路途遥远，军资耗费过重，劳民伤财，且倭国区区小国，何足为虑？哼，书生辽东沦陷，直取京城易如反掌，此国家存亡之际，臣请领兵荡平倭寇。皇上既然决意远征，切不可疏忽大意。兵法云，兵马未定，粮草还请陛下多多征集粮草。皇上圣明，如今兵将充足，臣等即刻起兵，必当大败倭贼。